尊敬的各位同修大德，大家好。今天我们研讨《太上感应篇》汇篇第34句：“人皆尽知，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那么这一段呢，经文呢？跟前面的所谓善人，他是应该连成一体的。就是所谓善人，人皆尽知，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那么这个是讲果报啊，讲果报。那我们来看这个经文。善者人所固有，一处变动，虽是一呼一呼，若闻一善事，必定大家称扬。凭你吉凶恶，见了善人也不敢相换，盖良心之发，自有不能移者，尽之而言人皆者，必其人之道德，真有可尽，无一人不然也。那我们来看这一段里面呢，刚才有提到这个经文呢，人皆尽知，天道佑之。我们作为这个一个人呢，我们都希望人家恭敬我们。如果人家不恭敬我们，那我们一定是德行有亏，我们德行不具足，德行不能够显露出来。我们没有，如果没有德行的话，人家不会恭敬我们的。所以这个人皆尽知呢，就像佛陀一样，我们都很喜欢佛陀，因为佛陀呢，他在这个娑婆世界呢，已经8000次了。佛陀都念念为了众生，所以我们都很喜欢听佛陀开示。这个人皆尽知呢，刚才讲是一种果报。那么天道佑之，天道佑之呢，就是得到上天的保佑，上天的保佑。我们都希望得到活菩萨的保佑，护法神的保佑。那你要怎么样得到这个阿弥陀佛跟地藏菩萨或者观音菩萨来保佑呢？你必须呢跟活菩萨同心同愿同行同德你必须要跟活菩萨这样这个同样都是发菩提心利益众生，那自然而然呢就能够感得活菩萨给你护佑。所以这个天道佑之呢，当然因为这一本太上感应篇呢是道家的善书，所以他们就是用天道也是我们一般民间讲的上天。那福禄随之呢，福禄寿每一个人都想要，我们佛法里面讲福报所以福禄呢是世间人所追求的。那怎么样可以得到福报呢？那么就必须要种那个善因，才能得到那个善果所以呢，这个福禄呢就是我们所要的这个长寿、康宁、好德、善终，这五个呢，我们称叫五福。那你要怎么得到这个福禄呢？得到这个五福呢，你就是要去种那个因。那么众邪怨之呢，我们都不喜欢衰耗我们都不喜欢短命多病恶事衰耗贫穷，都不喜欢这些。所以这些众邪呢就是不好的事情。那么我们都希望得到神灵护卫像我们持五戒的人，如果持到清净，
有25位护法神会护佑你。那你怎么样可以得到25位护法神的护佑你呢？你就必须要五戒持得非常圆满，才会感得呢20位护法神来护佑你。这就是这里讲的神灵位置。那我们看这个经文里面呢，字句解说里面呢，大概只有一句，就是相换。见的善人呢，也不敢去侵犯他，不敢去侵犯他。那么看这一段里面的白话解释，善者呢，人守固有。他说善呢，善行。这个善因善行呢，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性德。所以你看，净业三福里面，你要往生极乐世界呢，你必须要先修第一福，那么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你要往生极乐呢，第一福必须要先修十善业，这个叫做善者。那这个善呢，善心善行呢，是我们本有的信德，就老和尚讲的好善好德。所以这个善呢，人手固有，每一个人都本来记住的，一触变动啊，你只要一有根尘接触，只要能够呢发这一念善心，这个叫一触变动啊。比如说我们常常会遇到这种情形，我们出去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车祸，有人受伤了，被车子撞了，我们当场的有一股冲动呢，想跑过去呢帮他扶起来，或者赶快打电话报警，能够叫救护车赶快把他送到医院。这个叫做人手固有呢，一处变动。等一下我们会讲孟子说的恻隐之心，这个叫恻隐之心。我们看他旁边啊有这个乞丐经过，或者在乞食，我们就会生一个怜悯心呢，会布施金钱给他，或者布施一些饭食给他，这个叫做你的善根深厚。你只要跟着眼见色耳闻声，你马上就起了这个善心了。所以呢，这个情书资料里面有讲，情书资料里面讲了说，太上乐善其次安之，其下亦能自强也。他就跟我们分析呢，啊，众生的根器里面有上根、中根跟下根。上根的人呢，他过去生就是心喜善法，所以这个太上呢，不是讲太上感应篇那个太上，太上就是呢非常啊根利的众生啊，所以他就说这个白话里面的意思就是说，人最高的境界，修行到最高的境界，就叫乐善。善呢，行善变成是他的生活，他性德的流露。那就像佛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像地藏菩萨的第一不空，誓不成佛，这个叫做什么？这叫性德流露了，变成他一个愿力了。这个叫人的最高境界呢，就是乐以为善。啊，这种境界呢，差不多等同呢平等法界了，这个叫是太上呢乐善。那其次安之，其次呢在中等的呢，他就习惯为善，他已经把它变成养成习惯了。我们讲说日行一善，啊，像葛凡，宋朝的葛凡。葛凡他在当县令的时候，他每天呢做两三善事，甚至十几件事情，一生呢40年没有变，每天都做善事，他这就是
其次安置。所以葛凡呢，他说怎么做善事呢？他说上至公卿，就是做官的，下至乞丐，不论你富贵贫穷，或者妇女，你都可以去做这个善事。他说，比如说中间有东西阻挡人家 行走，他把它移开了，那这也是做善事。或者倒一杯水给人家，这也是做善事。所以 这个叫做其次安置了，他是已经习惯为善了。其下亦能自强，自强也的意思就是说，最后下根的呢，你要勉强他做善事。就像我女儿当时呢，她在这个台湾呢，雅富集团上班的时候，后来她说要到澳洲去攻读硕士，那我就跟她讲说，你发愿，如果你能够找到理想的工作，你一个月呢最少布施新台币呢2000元。我叫他发这个愿，他就是真的到澳洲去拿到硕士以后呢，就在澳洲呢找到一个很好的工作。后来回到台湾以后呢，那也考上台湾一个国际集团、国际的企业、跨国企业呢上班。回到台湾以后呢，我也鼓励他说，你一样呢，一个月固定要捐2000块。所以他现在是在台湾的，常常出国，常常到国外去，就这样子把他养成呢，已经刚开始是勉励他努力行善，到后来他就可以提升到前面的第二等呢，习惯为善。等到他智慧完全流露出来哟，乐以为善了，就变信德了。所以像这次万能念佛祭祖大典，他就跟我讲，爸爸，我今天台币10000块。我说很好，马上给他收起来，马上给他供养三宝，印经书啦、放生啦，我都会叫他布施，给他们种下这个种子。你刚开始一定要慢慢诱导他，所以你要累积这个种子下去。就像今天我接到一个电话，我们有一个师姐呢，她在开素食馆。那过去生呢，可能这个善的种子呢种的比较少，所以她一直想来当这个义工呢，就当不成。为什么？家里会障碍。家里会障碍，他就一直想来当这个大会的职工，可是呢，家人不让他来。那我们看了就是非常的怜悯他，想要接引他，我就鼓励他，我说如果家人不同意，那么就来半天；如果半天不同意，就来个3个小时、2个小时也好，给他种个善根下去。那我们这边有一个师姐，家庭环境很穷，在当清洁工，养2个小孩呢，儿子跟女儿都要上私立高中，学费很多，没有钱。他一个清洁工生活费就差不多了，不可能再缴学费。那我就跟他讲，我说我们讲堂没有钱，每一个人凑100块，给你小孩呢当奖学金。这样一凑呢，就可以凑到台币呢，大概可以凑到20000块，他就很高兴。然后他就每个礼拜呢，会定抽一天，带他女儿这边做相机志工，帮忙洗菜切菜，就会帮我们拖地板，帮讲堂拖地板，把讲堂的窗户洗得很干净。我就鼓励他，我说你一定要累积这个福德，在三宝门中呢是最好修福的机会。那讲堂如果你这样布施下去，每天如果几十人在这边出入，你就跟几十个人结缘，那么一个月下来就不得了了。
这叫什么？刚开始，其下亦能自强也，要勉励他努力行善。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个经文。虽然是一般老实憨厚的一夫一妇，若闻一善事，必定大家称扬。如果听到一件善事，大家必定都会称赞。啊，我有时候偶尔会到台湾南投的正觉金色去觐见呢清宫和尚果清律师。有一次呢，就在智客寺呢，就看得很感动。就有一群呢老菩萨跟老阿公呢，大概五六个，大概是南投那边的农村的这个老爷爷跟老奶奶，一看就知道是念佛人，很善良。他们来以后呢，他们也不会像我们说把钱呢包在红包纸里面，他不会，他就拿个500块台币，他就跑到清宫和尚就下面猛磕头，就跪下去，他就是要供养。啊，他也不懂规矩，也不知道说离开师父要保持一个距离，他也不知道，啊，就一定要把那个钱呢供养到师父的旁边。那我在旁边看到就很感动，那清宫和尚也很慈悲，说：“哎，你不要客气，不要客气。”啊，他们也不懂得说先问讯，啊，这个叫什么？这里讲的憨厚老实的一夫一妇，若闻一善事，必定大家称扬。他们知道说清宫和尚修得非常的清净，他们要供养清净的这个僧人，那份恭敬心啊。那么接下来，凭你极凶恶，任凭你是一个非常凶恶的人，可是他看到善人，他还是不敢去轻犯。这大概是什么？良心受到一种启发，一不敢相犯，盖良心之发，他良心受到一个启发，罪有不能移者，自然就不能够停止。那么每一个人都尊敬这个人，这个人为什么被人家尊敬？我刚才就讲说，他一定是有德行。人家不恭敬你，你丈夫不恭敬你，就是你德行还不够；你小孩不恭敬你，是因为你德行还不够。你德行够，他一定恭敬你；你讲的话，他一定会听。我们一个连友，他的先生是坐计程车司机，刚开始他也是他先生也是不太赞成啊。他学佛，后来就慢慢度他先生，给他种善根，有好事一定叫他先生捐钱。然后叫他先生去做道场的这个护法义工，到后来他现在先生认同他，扶持他，啊，他只要一参加法会，他师姐担任里面的这个干部义工，他先生就在当这个交通指挥，当交通义工，交通组的义工，这是什么？你修到后来，你慢慢有德行去感动他了。所以这里讲说呢，近之而言人皆者，就是说每一个人都尊敬你，那么一定是平常这个人他的道德呢真的值得敬佩，真有可敬，无一人不然，没有一个人不是这样的。那么这一段里面呢，我们再来探讨这一段里面的重点。善者呢，人所固有，一处变动。那我们就来探讨一下，净土行人要不要行善。刚才我们有提到净业三福里面的第一福，我们念佛人呢有一个习惯啊，我们比较喜欢呢啊，在家里呢读诵经典念佛拜佛，当然这是最好的自我修行自修的一个方式。但是要不要做善事呢？需不需要做善事呢？要怎么样的心去做善事呢？
往往有时候很多念佛人会产生这样的矛盾。如果他想去做那个善事，或者参与那个善事，人家说他打闲差，他不能够一门深入，长时心修，那要怎么办呢？我引用《无量寿经》里面呢，《浊世卧苦》第35品里面讲的经文里面讲，天地之间五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之当知，无水带者。善人行善，从肉入肉，从敏入敏；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敏入敏。这段跟你讲，天地里面呢，它善恶是分明的，五道也非常分明的。啊，黄念祖老居士在《大经解》里面注解讲，他说呢，本品呢，广明善恶果报。观经里面第三福里面中有提到，啊，我们净业三福里面的第三福，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圣，劝进行者，在净业第三福里面有特别提到深信因果，亦正以此为劝也。那么世间人呢？愚痴不重因果，或更狂妄波无因果，所以故诸经中呢反复教诲也。那这个地方提到无义里面啊，有提到这一个经文，他说诸义往生阿弥陀佛国者，就我们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虽不能大精进禅定，我们不够精进，像忏公他每天拜佛500-600拜、啊、道正法师也是一样，他们非常的精进，每天拜佛呢好几百拜，甚至有些修行人呢2点就起来做早课了，有些3点就起来做早课了，这叫大精进，而且通身放下，卸解一切呢，名闻利养。这个叫做大精进，它完全呢跟五欲六尘隔绝。这个叫做大精进。那么禅定呢，它有相当高深的定功，有人入库呢。佛声佛号50000遍40000遍、啊、有人呢一天呢无量寿经1部到3部，甚至有持到1000部2000部3000部的，就得到相当深的禅定的功夫，像刘树隐居士，他用10年的时间听无量寿经，老法师讲的无量寿经，他10年之中呢得到禅定了，所以他现在能够心开意解，解行并重，这是他得到禅定。持经戒，他能够把五戒跟菩萨戒持得非常清净，这些都是修行非常精进用功的行者，他们能够往生极乐世界的资粮。那这个地方提到说，如果我们不能够像他这样大精进，不能像他们这样得到禅定，也不能够把戒持得很清净，那他怎么办呢？无义里面跟你提到，大要当作善。活菩萨很慈悲，再开一个方便法门给你，再开一道门给你进来，大要当作善。那刚才我就有提到了，那有人说那做善事啊，打闲差啊，不要做善事了啊，我只管自己就好了。彭继清居士说啊，彭继清居士是我们清朝的时候佛教界里面的大德啊，
然后法师讲经常常提到彭继清居士。彭继清居士说呢，十善本为天业。你照理讲呢，十善持到圆满，五戒十善持到圆满，可以当天人。但是他出离心还没有出来，他见识惑没有破，所以不能够出三界。所以感得的果报呢，是天道。上品的十善是往生天道。所以彭继清就是说，十善本来你感得的果报是天，是因为你造了天，造了天业。如果你是有漏的十善，那他是修天业，那你将来往生的时候一定是去当天人。如果你修净业，就往生西方佛国。但是你如果去修天业，就是有漏的十善，那一定是到天人上天去。他说现今你念佛因缘回向极乐，所以我们三个回向里面有讲回事向里、回因向果、回小向大。回事向里就是回向极乐。那么你现在经你念佛因缘，因为你念佛的缘故，你把一切的实善都回向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叫做回向极乐。你不能求来生的果报，你说我将来希望来生当个首富，或者我想要当天人，或者我想要当国王，这个都不行。印光大师跟我们开示啊，你深信切愿是怎么样才可以叫做深信切愿呢？他说你不能求来生果报，你不能说我下一辈子我要当天人，你不能说我下辈子要当国王，你不能说我下辈子要当出家人。印光大师说通通不行，那个不叫净业，那叫染业。你染着了，那是这样的，不叫深信切愿，你不能够往生极乐。我为大师有功能讲，往生以佛看信念，品位高下看功夫。所以先解条件是，前面那个是深信切愿是摆第一呀、啊。功夫高下是摆第二，你说我一天一千声佛号跟一万声佛号，乃至于五万声佛号，那是品位高下。但是先解条件是前面那一个要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要深信切愿，那是摆第一个，那个才是真正的关键所在啊！如果你没有深信切愿，一天哪怕是一万声、十万声，还是不能往生啊。你是修到福报而已啊。所以印光大师跟你讲说，你不能够求来生的富贵，来生的天人，或是国王，或者是出家人，通通不能求。为什么？因为极乐世界是一真法界，它是绝代的，理一切相，行一切善嘛。极乐世界它是绝代的境界，它没有相对待了。相对待就是有跟没有，是跟非，好跟坏，这是相对待的，那就是有漏的。所以印光大师说，你要往生极乐世界，一定要斩断这一个需求。那么对照这个彭继清居士讲的，他说十善本为天业，那么现在你以念佛因缘回向极乐，接下来他怎么讲？即转天业而成净业啊！所以问题在哪里？问题不在那个善事啊，问题在那个心念呢、啊？他无助啊！你转成净业就是不自色声香味触法布施啊，就跟《金刚经》里面讲的道理是一样的、啊，就应无所住而生其心，那就变成净业了。所以问题关键不在事，而是在你的起心动念，在你的心念。你转天业为净业，
就是回向极乐。那何以故呢？念佛之人能转恶业。彭清就是说，念佛的人他能够转恶业，恶业是哪里呢？就是我们的贪嗔痴慢疑。黄念祖老居士跟我们讲，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的佛号，转掉六根接触六尘的百千万亿的妄想杂念，这就是念佛之人能转恶业。何有天力而不能转呢？这彭清就是这一段讲得非常好，他说念佛都可以转恶业，那为什么不能把天力转成净业呢？就把善力转成至善呢？他说何有天力而不能转呢？是故修净业者当尽己力，兼行众善。哎，你看他把问题讲出来了，要不要行众善？彭清就是说兼行众善。什么叫做当尽己力呢？就是印光大师在开示里面说的，他说我们要学一夫一妇的这个修持。印光大师劝我们说呢，要放下啊，一定要求强求胜的那种心要放下来，你要学一夫一妇的修行。他说念佛啊，念佛人呢是以净土为依归，那对世间事要怎么办呢？印祖跟我们开示，随缘随分，要随缘随分，有因缘来的你就去帮他做，就在这里讲当尽己力兼行众善。那么下面这一段黄念祖老居士把它整理出来非常的好。我们常常听老法师讲鸟姑禅师这个故事跟白居易的对话，每一个人只要我们常常听经的大概都可以朗朗上口，它里面有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过程。黄念祖老居士又说了，又有以行善为人天圣而亲之者，就是刚才我们在探讨的净土行人要不要行善，这里就帮你讲出来了。啊，有些人就会说了，哎呀你行善那你会得人天圣啊，哎，不要去做了，而亲之者就是亲视了，而亲之者唐朝鸟钩禅师以吹布毛示弟子会通。唐朝那个鸟钩禅师呢，啊，也有人讲鸟巢禅师，好，他也有讲鸟钩禅师，因为他是住在这个树上，啊，搭一个小茅棚，像一个鸟巢一样，啊，他修的境界非常的高，禅定功夫非常好。这个鸟钩禅师呢，他怎么去教他弟子呢？吹布毛，就那个布上面那个非常微细那个毛，就把它吹一下。以吹布毛示弟子会通，会通是什么呢？会通禅家的用语，叫你气会。老和尚常在讲经讲说，你会吗？那个不会说你会不会读地藏经啊，那不是会不会啦，那我当然会读地藏经，我只要认识字我一定会读地藏经啊。那就是一般的说会。你会不会做事啊？我会做事。老和尚说你会吗？那个会要加众生，你会吗？那个会就是气会，就是气入了。气入哪里？气入法界，气入心性，就气入消归你的自信，叫悟你这一念心，这叫你会吗？啊，那会通呢，也是这个意思，就是气会的意思。鸟钩禅师呢，就吹布毛来告诉他弟子怎么去气会这个心性。
希望他的弟子呢能够悟入这个自信。他就以什么？以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这八个字来叫他弟子悟入。这八个字大家都会啊，念都会念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可是我们每天毛病不断啊，每天还是一样住相生心啊，每天还是一样起心动念啊。我们跟尘接触的时候马上就起无明啊，习气毛病就发作了啦，那情绪就来了啦。问自己是不是每天都这样啊？我不高兴啊，对不对啊？我讨厌啊，那我排斥他呢，我嫉妒他呢，你根本做不到诸恶莫作啊。所以很简单，但是你做不到啊。我们一般讲叫什么？理明白是糊涂啊，对不对？我们根本做不了主啊。所以这个诸恶莫作，众善奉行，鸟姑禅师用这样告诉他的弟子。鸟姑禅师也这八个字送给白居易，白居易来请法，是白居易啊。白居易是唐朝的诗人，而且是当官的，跟佛也有有缘。那白居易就说了：“白云，此二季三岁小儿易说得。”他说啊，八句这八个字太简单了，这两句太简单了，三岁小孩都可以说出来，可以念出来。鸟姑爷，鸟姑禅师说：“八十老翁我行不得，三岁小孩都可以说得出来，但是八十岁的老翁啊，做不到。”就是我刚刚讲的，我们每天无时无刻、无时无刻不在起心动念。攀缘取舍，每天毛病习气一大堆，怎么断都断不了啊！每天还在念佛，还是妄想分别执着不断，还是一样悭贪计较，然后他做错事说错话，又跑到佛前去忏悔。老和尚说：“又骗活菩萨一次，没有办法自己有观照的智慧。”以此二计为浅，鸟姑禅师说：“八十老翁做不到，以这两句话以为很浅显，以此二计为浅，以吹不毛为深者。”你以为这两句很浅啊，以吹那个布毛为很深啊。白居易，这就是白居易的境界啊。以此二句，以吹布毛平等无二者，鸟姑禅师也。你看，鸟姑禅师入平等法界，入不二法门，谁有办法入不二法门？打破能所对待，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就是无住生心啊，因无所住是真空，生起心是妙有，就是我们这念心体的体用，这念心的体用。金刚经里面讲的理一切相，行一切善，理一切相是真空，行一切善是妙有啊。六祖大师那个开悟记，何其自信本自清净，何其自信本自寂止，何其自信本不动摇，何其自信本不生灭，就是真空。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妙有，六祖大师就是入平等无二的法界。那么鸟姑禅师呢，他把这两句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跟吹不毛平等无二者，
他没有事相的对待啊，没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的对待啊。鸟孤禅师也，大慈念老黄念祖老居士这样说：一米一物，何次天焉呢？他说：一米一物之间呢，何止是有天焉之别啊？若是言人，法法皆言。老法师说：缘人说法，无法不缘。哪一种人是缘人呢？我们天台里面讲藏通别言啊，藏教佛、通教佛、别教佛、缘教佛。缘人是指缘教的菩萨叫缘人。那什么人是缘人呢？法身大士在圆教里面破一品根本无名，分证一分长极光净土，这种菩萨叫做圆人，我们一般称叫法身大士。他破一品根本无名，分证一分长极光净土，等到41品无名都破尽了，那就得到大圆满，就近佛。所以呢，若是缘人呢，法法皆缘。他就入不二法界，才办法做得到这个。又何能呢？又何能亲之也？他说呢，尽宗之妙，在以造尊达此。净宗这个法门，它的殊胜的地方在于造尊达实。这个造尊达实呢，是我们《无量寿经》里面的经文。境界非常的高，就是真实等观，用中道实相，就是入不二法门了，到平等无二了。所以造尊达俗呢，就是平等无二的境界，它是真实等观。那什么人可以做到造尊达俗呢？做到造尊达俗的境界呢，最少要法身大士以上才有办法，它是真实等观呢，平等无二。若广行众善，则造福以当前之社会，且成为敬业的助行。我们对世间的事情呢，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周边，我们能够随缘随分。印光大师跟我们讲，随缘随分去做，这叫造福以当前的社会，而且把它回向极乐，就成为敬业的助行，敬业的资料。然后你再深信护身信愿，再深信切愿，持佛名号，则自他坚立，常乐无极。如果能够这样做的话，你就可以能够自利又他利，自他两利，正得呢常乐我净，常乐无极就是往生净土。我们是净得常乐我净，叫常乐无极。好，那这一段呢，我们特别呢，把这个善者人手固有呢一处变动，因为它是我们的性德。那我们净业行人要不要行善？需不需要兼善？那么刚才引用大慈念老、黄念祖老菩萨的开示，以及《无量寿经》里面的经文印证呢。我们只要把每一件善事都能够回向极乐，那它就成为敬业的助行，敬业的不得少善根福德因缘啊，这个三资粮呢就可以能够记住。好，接下来我们看这个386页第二段，我们看经文：送司马温公
之父却也。见者以守家耳，随守至。民周道曰：“公物归肉，流向天子，活我百姓。”刘大健之在朝也，天下无不送其宗。傅文忠策剪天津桥，随观者是谓之空。徐杰孝如沐淮阴里，城中人日往是近。少康节出游，市民无不道喜而饮。人之心目若此，天意感格可知，果非时有可尽，何能感人一字以此也。树公盖生则为相为师，末者为神为民者也。好，我们来看这一段的字迹解说。傅阙就是这个到皇宫去见皇帝，到皇宫呢到朝廷去当官，这个叫傅阙。家额呢，就是双手放在额头前面，以前是一种祝祷的一个仪式，那表示敬意。那也可以表示说呢，他欢欣庆幸，这个叫家额。遮道南路，洛就是洛阳。那么流向天子的向呢，是古代的官民百官之长，后来称为宰相，就是留下来做天子的宰相。刘大健，刘大健是北宋名臣刘安世。大健是唐宋时候谏议大夫的别称。这个刘安世呢，他是宋代的名人，他本身呢考上进士，但是不就任。他跟司马光学，司马光当宰相呢，那么刘大健呢，就刘安世呢，这个司马光给他推荐的秘书省政治，他的在朝廷做官呢，论事刚直。他曾经呢弹劾谁呢？弹劾张纯、蔡确，他也弹劾过范承仁呐，范仲淹的儿子啊。他最后当到这个左谏议大夫，但是当张纯又回来当宰相的时候呢，他就被贬官了，贬到殷州去了，或者在任内死掉。这是刘大健、刘安世。傅文忠呢，这个傅文忠就是我们前面有讨论过的傅弼，也是宋代的名相。他跟范仲淹呢非常的要好，他常常劝这个宋神宗呢，20年不要嘴巴讲战争啊，宴20年口不言兵啊，但是他跟王安石不和，反对王安石的变化，后来他也是被贬官，是傅弼、傅文忠。策剪呢，策剪就是。因为傅弼上班呢，他到朝廷上班是骑那个，人家是骑马或是坐马车，他为官非常轻，他做什么？他骑弩，他本身是骑弩，所以他速度很慢，而且那个弩呢，还得脚有一点类似残障，叫跛脚弩，乘跛脚弩，这表示什么？工具不利，行动迟缓，叫策剪。那么天津桥呢，在今天河南的洛阳市西南，这是隋炀帝盖的，他盖的叫做天津桥。这个也有一说了，这永明延寿大师常常会经过天津桥，
这宋朝永明延寿大师是我们净土宗第六祖，我们都以他的生日呢，那来作为阿弥陀佛的圣诞。那永明延寿大师呢，我们已经有讨论过，他本来是当岁官嘛，啊，他喜欢放生啊，啊，因为要救那个物命呢，钱不够啊，啊，不够怎么办？啊，不够的话呢，就先用这个公款去买那个物命呢，啊，后来就被人家告密了，皇帝要给他问斩了，但是皇帝有听过这个人的名字，然后就暗中派一个人去这个刑场去看。皇帝派那个人跟他讲了，他说：“如果你看他被砍头的时候，他说如果你看到他是一脸惊恐的话，那就砍下去。那如果他呢面不改色、视死如归的话呢，那就要刀下留人。”后来永明延寿大师呢，他要被砍头的时候啊，他说：“我牺牲我一个人的生命，可以救这么多的物命，哎呀，值得，值得。”后来就当然是刀下留人了。所以皇帝后来非常的敬佩他，啊，也非常的尊敬他。啊，他成我们一代的祖师。啊，这永明延寿大师的啊，这个《释料简》呢，讲得非常好。那么他就是有一次会经过天津桥。你看这个长展经过他还没有悟的时候呢，就是每天都这样做，我们一般讲叫什么，这日用而不知啊。我们这个自信功德呢，我们是天天跟他在一起，但是我们从来没见过他，啊，他天天跟我们在一起，你眼睛看也要用他，你耳朵听也要用他，你鼻子嗅也是要用他，你嘴巴吃东西也是要用他，这眼耳鼻舌身意，接触到外面的色声香味触法，都离不开这一念自信的见闻皆知。你从来没有见到他本来的面目，所以我们一般讲见到父母未生前本来的面目，我们一般讲叫唯心净土，自信弥陀。就每天日用而不知啊，六祖大师说的，每天用它啊，从来没见过它本尊，也就是说没有开悟了。六祖大师是开悟了，所以他可以做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永明延寿大师经过这个天津桥，有一说是天津桥，有一说是他在劈柴，但是总而言之就是他开悟就是了啊。那刚好有一个人经过天津桥在玩，就丢了一个石头丢到河里面去，我们常常会有这个动作，啪就把它丢出去了，对不对？那石头丢到水里面就咚一声嘛，有没有说他是刚好经过，咚听到烫下顿脱悟了，写了一首非常有名的开悟记，不痛回他悟，也有讲扑落回他悟，扑落就是落下去，啊，也有讲不痛回他悟，啊，哎，你查一些资料，他讲扑落回他悟，纵横不是尘，山河即大地，前落法王身，自信弥陀显现了。阿弥陀佛到这个世界来，这个世界变成极乐世界，变成一真法界。我那天听到我一个莲友跟我开示，我非常的震撼。我们一般讲叫一念三千，老法师常常不断勉励我们，你要随时关照你这一念心的起心动念。我们看到江本胜博士提到了那个水实验的道理，水结晶体的道理，台南净宗学会台南极乐寺有一个华严实验室，
最近写了一个报告，送老法师的《无量寿经》科字第四回学习班。地球和谐，谁知道？就是你什么样的念波，什么样的一个心念，那个水会感应，它结晶体会跟你说明是什么样的结晶体。我们这一点自信功能是这么不可思议。我那个莲友呢，因为他在1996年，他是从中国湖南嫁到台湾来，他的先生呢是某一个大学的中文系的教授。那么因为他那一天呢，他们当志工，讲他这个死气还阳，死后还阳11个小时，我非常的惊讶，说怎么会出现在我面前？这个人是死了以11个小时再回阳的。他在我们台北市的福州街有一个妇幼医院，只要我们台北市人都知道。我们这位居士呢叫王居士，他修得非常好，天天听净空老法师的科字讲解、科字讲座，也非常的乐善好施。他的儿子呢，这个儿子是因为他生命犯过来的，所以他把他起名叫佛光，因为要得到佛光普照。所以你听到这个故事，就一定要相信因果不空，净土是真有的，一定要深信切愿，而且切实的相信。从他这个故事，让你得到一个很大的信心。是心是佛，是心作佛。37里面讲，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是绝对是千真万确的，而且是第一，是真实存在的。只要你造物，一定会有第一，你要有这样的一个信心。他因为怀了这个儿子，在台北市的这个妇幼医院，福州街的这个妇幼医院，这个羊水先破了，生过小孩的妈妈都知道，羊水要破了，就是小孩子要出来。他那个小孩子的小孩子，这个小孩子也是很特别啊，他脚先出来啊，一般都是头先出来的，他是脚先出来。一般来说啊，我们一般就是坐莲花下来的，就有一年下来的小孩子，大概都是他是跟一般人不一样，一般人叫颠倒，头先出来，他是头在上面，脚在下面。那我们一般说这个叫做坐莲花下来，他脚先出来，而且看到脚了，医生就紧张了。妇幼医院的急诊室赶快去通知那个李姓的大夫，赶快赶过来。李姓大夫说：“哎呀，那没关系的，一般的生长。”他说：“不是，已经看到脚了。”那不得了，就赶快过来。脚出来怎么接生啊？那后来没有办法，医生就伸手伸进去啊。这个有时候想到这里的时候就观身不净了，我们一般人叫九孔不净了。那医生把手伸进去，要把小孩子慢慢的要抓出来啊，结果马上不得了的，砰的就血崩了。他王居士跟我讲，那个血是用喷的，不是用流的。他把整个医生的眼睛啊、头全部都喷成血啊。当时就叫他先生签字，他说这个小孩子危险，到底是要保儿子呢还是保妈妈？两个只能选一个，这儿子死了妈妈就可以活，妈妈死了儿子就可以活，只能二选一。先生说能不能两个都选呢？因为已经知道是儿子了，医生说不行，只能两个选一个。那他先生当时就想说，好吧，小孩子再生就有了，保老婆。你看，活菩萨要度他，地藏王菩萨要度他，是这么一个精彩的生命的过程。这一段我一定要讲出来分享。就提到这个有名延寿大师，还有提到这个善啊，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啊，我们刚刚讲说，人皆敬之，天道佑之，活菩萨保佑你。福禄水之，有这个福报会活下来，众邪远之，雪崩不会去死掉，
神灵位置，龙天护法保佑你。那怎么样才可以保佑你？我跟你讲这个道理给你听，这个经文讲就很有意义了。我就把这个故事讲出来，非常的精悍、精彩，而且非常的震撼，让你相信善因必得善果，恶因必得恶果。我们刚刚讲过，善恶果报，五道分明。无量寿经讲的就是真实不虚。然后呢，医生就把这个小孩子拖出来，又变成血用喷出来。那个女孩子女众是没有办法全部血都倒光的，那绝对会死路一条。他就脸色苍白，当然就死掉了。死掉以后，他的魂就突然间刹那间就离开那个肉体啊。他很清楚，他站在这个尸体旁边，可是他不知道这个尸体是他本人。你看，我们这样的一个自信见闻觉知，是多么不灵敏，多么不可思议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还站在旁边跟这个尸体说：“哎呀，阿弥陀佛，这个人好可怜啊。”怎么脸色苍白躺在这里了？他不知道这个是他前身啊，他的前身啊，前身就是前身啊，他不知道啊。结果他就说：“阿弥陀佛，这个人好可怜，怎么脸色苍白？”他魂啪就飘出去了。他说他对于台北市那个湖州街啊，妇幼医院的周边他非常清楚。为什么？因为他喜欢吃西瓜，他从湖南嫁过来台湾。他特别喜欢台湾的西瓜，啊，台湾的西瓜很甜，因为他是从中国的湖南嫁过来的。你看湖南离台湾这么远，那一天是因为我们办义工培训，他主动跟我的打招呼，他听过我的泰山感应篇网络讲座，他自我推荐说我是王某某王居士，我们是这样认识的。结果他这个魂呢，这个我们一般叫魂呢，就是我们的神是这样飘出去以后，因为他对湖州街这个妇幼医院周边很熟悉啊，他常常在这个马路上这样穿梭，他知道啊，他知道这里出去右转是哪里，左转是哪里，知道啊。结果魂一出去以后，前面全部不见了。以前我在听我老师简龙湖老师跟我讲，我还是半信半疑啊。他说如果你死了以后变成中阴身的时候，当你离开这个肉体的时候，如果你是到三恶道去的话，如果比如到鬼道去或者到地狱去的时候，地狱当然是马上就去了，是大善大恶，是马上就往生净土，往生这个地狱去了。我们老师简宏公老师跟我讲说，如果你是往生到鬼道去的时候，比如说中山北路你很熟悉，那时候我们老师跟我们讲，他说整个中山北路就不是中山北路了，就变成一条血河哦，变一道火光哦。他说完全不一样的法界，完全变哦。以前我听到这一段呢，因为没有去过，没有见过，来了也隔音之谜忘记了，对不对？哪晓得是真实的故事讲给我听？哎呀，这个真是宝贵的经验了。生死纪念了。他跟我讲，他说整个湖州街全部不见了，他换句话说法界变了，他到另外一个法界去了。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叫做五趣杂居地，这证明佛经讲的没有错啊。五趣就是一般讲五趣就是把修罗道再分到天道去，分到这个恶道去，恶鬼还是昏到畜生道去，再昏到人道去了，所以叫五趣杂居地啊。天道、人道、地狱、恶鬼、畜生啊。他说整个呢，整个这个前面呢，变成一个雪皑皑的世界，雪国世界变成雪，冰天雪地，非常的冷，非常的寒冷。那他就觉得很冷，他说：“哎呦，怎么那么冷，那么冷啊？怎么这么冷？”突然间，前面出现一位菩萨，他后来才知道他是地藏王菩萨。
啊，他戴个法帽，拿个锡杖，他就问地藏王菩萨说：“我怎么会来这里呢？啊，怎么旁边都是雪地呢？”地藏菩萨很慈悲跟他讲：“回去，你回去。”他说：“我怎么回去？前面都是雪国，怎么回去？没有路啊！”地藏菩萨就把锡杖拿起来，前面这样一画，一画开，全面变成一条笔直的水泥路。他就走水泥路回来了。这个是个不思议的境界啊，不思议的法界啊。我们读地藏经里面讲，若人一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万法唯心造，这没有错啊。结果地藏菩萨西藏轻轻的这样一挥，前面就变成一个笔直的水泥路，他就走回来了，飘，用飘的，不是走。对，我再补充一下，他刚开始魂离开那个死掉，不是死在那个平台上手术台上吗？在三楼妇幼医院的三，他还记得很清楚，是在妇幼医院的三楼。但是因为他死了以后，他先生坚持不签字，不签字以后呢，尸体就不能够送到太平间去冰起来。总共坚持了11个小时，等到他回魂，他先生终于等到他回来。然后他的魂就飘出去以后，他飘一样飘电梯。所以台湾那个网络啦，是一般民间说碰到鬼叫阿飘，这个讲也很有道理的阿飘。他飘进电梯讲说呢，他也看得到，没有肉体，但是还看到。为什么？我们的见闻觉知还在啊，我们这个灵性的见闻觉知啊。他说：“哎，他们的脚怎么可以着地？我怎么脚没有不能着地的？因为他已经飘在半空中啊。”他说：“就他们的脚怎么可以着地？我的脚不能着地啊，用飘的。”然后就坐完电梯又飘出去了，就刚才讲飘到外面的雪国世界。然后呢，地藏菩萨给他画一条路，他又飘回来了，飘回来，他的直觉就飘到三楼。可是三楼已经找不到，他跟地藏菩萨，他就想说奇怪，怎么找不到？找不到呢？你看他一动念头，地藏菩萨马上在旁边，马上在旁边，又再把他指导一下，画一下，轻轻的画一下，他又飘到地下室去，看到他的尸体在前面了。而合掌一下，他就呼下去，又回魂了。他从那一天早上，那一天的早上凌晨5点多血奔，一直到那一天晚上的7点多回魂，总共离开他的肉体11个小时，精不精彩？很不可思议啊！而且他非常的慈悲，他参加法会，为了度他这个儿子能够种善根，他就准备了一袋的这个铜板100块，装一个塑胶袋，放在整个背包里面，叫他儿子去供养所有在外面托钵的出家人。就华藏卫士在台北台大体育馆举行那个37天法会，他叫他儿子去现场布施，每一个小袋装铜板100块，在所有铜板全部放在一个背带里面，叫他儿子每一个法师都供养，供养三宝，他想累积他的善根。结果所有法师都过来要接受他的供养，这个小孩子呢有点受到惊吓，这么多出家人，他看到他真的是有点慌掉。他的妈妈怎么会教这个小孩？他说：“哎呀，你太殊胜了，每一个法师都想跟你结这个善缘，都想跟你种这个福德。”他是想希望培养他的慧命呢。所以呢，我现在讲到这里，就是刚才提到永明延寿大师一样，每天经过天津桥，每天用他，每天没看到他。再讲到刚才我这位王姓的师姐，她的神识灵魂离开肉体，
证明我们常在讲座里面讲的，我们这个自信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只有迷跟悟的不同而已啊。悟的叫做佛啊，迷的叫众生啊。自信本无生死，哪里有生死呢？他刚才雪崩，尸体死掉了，一起生命的结束啊，昏断生死啊。他飘出去还可以看到电梯呢，还可以看到人的脚落地呢，还可以看到地藏王菩萨呢，还可以看到冰天雪地呢，还可以回来到捕捉阶段孤幽燕再找到他的尸体呢。自信哪里有生死啊？从这个故事，我们就千真万确的肯定的相信，过去无始，未来无终，从来自信就没有生死，我们就有很大的信心了。生死是那一起生命的结束，肉体的结束啊，一起因缘的结束啊。所以你执着世间的自私自利、名闻利养、贪嗔痴慢疑，这是我的房子，这是我的土地，这是我的见识，这是我的爱人，这是我的小孩，这是我的天下，这是我的企业，这些都是执着而已啊。你放下这个执着就出三界了，你放下分别就出九法界了，你放下妄想就证出一真了。证明净空法师跟我们讲的道理千真万确啊。所以呢，这个有名严寿大师经过这个天津桥，听到人家丢这个石头到水里面，这不落会他物，众红不是尘。不落就是什么？不落会他物，就听到这个声音听得这么清楚，咚一声，是我们的闻性听到的。我们的见闻觉知里面的闻性听得这么清楚，但是在听的当下，不起心，不动念，不攀缘，不取舍，这个叫舍事用根，用闻性，用根性。众红不是尘，众是时间，过去、现在、未来；恒是十方，东西南北，东西南北，东北西南，西北西南，上下，这叫十方。众红不是尘，你就打破时间跟空间了。时间是三世，空间是十方，你打破时间跟空间，就入一真法界，入这个禅甚深禅定了。你入那个甚深禅定，它就不是烦恼了。三合极大地，你所见的三合极大地，全入法王身，全入法王身，全入法王身的意思是当下就变成进入这个极乐净土一真法界。这个是我们刚才特别提到天津桥，好，我们在这边做一个补充。那接下来我们看这个徐杰孝，徐杰孝他本名叫徐基，徐基呢他是宋朝楚州人，他三岁呢父亲就死掉了。因为他父亲名字里面有一个石头的石，他终身不用石器，他是个孝子，他遇到石头一定避而勿见，而且不踩过去。哎呀，看这么孝顺哦，事母至孝，他对他母亲非常的尽孝。母亲死掉如沐三年，现在就找不到这种孝子了，也没有说母亲啊葬在荒郊野外的坟墓啊，你去那边搭个茅棚住三年，恐怕找不到一个。哎，古代都有这种如沐三年，孝子非常的多啊，所以古代民风淳朴啊，孝道非常的根基非常的深啊，现在就没了啊。徐杰孝呢，他母亲死掉，他在旁边如沐三年。
啊，他本性非常的孝顺，所以在宋徽宗的时候呢，他死的时候呢，送给他一个封号叫节孝处士。他有写一个节孝语录，还有节孝集。再来就是这个卢木，卢木就是刚才我们有提到西节孝在母亲的坟墓旁边哦。古人以父母或者师长死后，我们这一代的人有了老法师啊，在他的老师张家大师，在台北市的北投啊那边的坟墓旁边呢，净空老法师在旁边呢，他的老师坟墓的旁边呢有所墓。这老师讲，老法师讲经有提过，所以古人在父母跟师长时候扶丧期间，在坟墓旁边搭盖个小屋居住，守护坟墓，谓之卢墓。那么再下来淮阴里，淮阴就是在啊淮这个现在的清江市，里呢是乡村的卢舍宅院。那么再下来这个少康节，少康节呢是邵雍，宋朝宦阳人，他又叫做姚，字姚夫，他居住在洛阳40年。他称洛阳呢，他的住所叫安乐窝，啊，他死后呢被封为康节，所以呢叫少康节，啊，那么他呢？这个年少的时候就非常有志向，他有写这个河图陋诗以及相术的知说之学。那么妙物神器呢多所自得，护臂跟司马光呢，那么在那期间都有跟他交往。那么邵雍呢本身呢他自己耕作，自给自食。那后来宋仁宗的时候呢，跟宋神宗要请他去当官呢，他不就任。他创立的先天学呢，以万物都是由太极演化而成的。那么他著有观物篇、先天图，还有一个最有名的叫黄极金式。这黄极金式呢，各位如果读《了凡四训》里面，严了凡碰到一位啊，这个也可以讲一个算命先生，他是吴姓孔，云南人。这个孔姓的这一个算命先生呢，碰到了凡先生，跟他讲，他说呢，他自称他得到少子黄极术正传，就是这里讲的黄极金式。好，黄极金式，这个孔姓的算命的这个先生呢，他得到邵康节先生的黄极啊黄极术正传，他说按照这个定数呢，我现在应该传给你，就应该传给了凡先生。这是邵康节。市民呢，市民就是啊指人民百姓。道喜，道喜是急以出饮，把鞋子倒穿了。这个比较有名的故事就是，以前有一个人呢，要到四川去拜访无忌大师，在半路碰到无忌大师，他说你要去哪里呢？他说我要去见佛。他说你家就有两尊佛啦，你家就有佛火啦。他说谁？真的我家有佛火？他说对呀，你回去以后，有一个穿这个五彩衣的，倒穿鞋子的那个就是佛啊。他回去以后呢，他妈妈在睡觉，知道他儿子回来非常高兴，啊，一慌张呢，啊，就披着五彩衣，鞋子倒穿，赶快急着出来开门。那这个人才后来才发现呢，啊，原来前面这个是他的母亲，就是火，啊，所以叫道喜而饮。心慕，心慕呢就是爱慕，那感格呢就是。
感革就是感动，那感动，那默呢就是啊，默就是去世。我们看这一段的白话，受朝的司马光呢，啊，就又叫司马温公，他呢要赶到京城呢，啊，赴任宰相的时候，那么途中呢看到他的人呢，都表示欢欣庆幸。所以他所到的地方呢，百姓都聚集在道路上，说呢，公务归洛。他说：“我们请温公呢，不要再回到洛阳了，留向天子，希望你留在皇上身边当宰相，活我百姓。你好好做宰相，照顾苍生，让我们呢生活过得更好，叫做活我百姓。”那么刘大健呢？在朝廷当官的时候，天下百姓呢，没有一个人无不歌颂他的忠心。宋朝的傅文忠呢，就是傅弼呢，他骑驴慢慢走到天津桥的时候，随着他后面观看的人越来越多，大家很好奇，为什么宰相呢是骑驴上班上朝廷？随他在后面观看的人越来越多。有如万人空巷啊！宋朝的徐杰孝，就是徐姬。徐姬呢，他以母亲过世后，在淮阴，今天的江苏省的淮阴县的地方呢，绝乳守墓三年。城里面的人每天都有人前往致敬，这就是什么啊？善者人守固有，一处变动。啊，若闻一善事呢，必定大家称扬，这就是这个意思。啊，不管是司马温公要去就任宰相，或者是刘大健在朝廷内，或者是傅文忠骑驴上天津桥，或者徐杰孝如墓，每一个人都去亲近他，每一个人都是去恭敬他，这就是善行啊，善人呢。这个我们刚刚讲的天道佑之，人皆敬之。接下来我们看下一段，宋朝的邵康节，就是邵雍，当他外出的时候，无论是当官的或者是百姓，没有不急忙的啊，争相迎接的，人民对善人呢欣喜羡慕到这种地步，那么上天的感动情形呢，就可想而知了。如果不是实在有让人敬佩的地方，怎么能够感动人到如此的地步呢？上述这几位善人在世的时候，他们可是宰相或是人师哦，那么他们去世以后呢，就可以成为神明。那接下来呢，我们来报告呢，净空老法师对于这一段经文，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远之，神灵畏之，这段的开示。那么第一点呢，老和尚说呢，他说到这里这一段，善人的标准很多。那么最高的标准呢，那就是大圣大贤。也就是说呢，大圣大贤呢，就是世间的大善的。所以《往生经》里面，还有我们《弥陀经》里面也有这样说，啊，说诸上善人聚会一处。这个诸上善人呢，就是上善之人。那上善之人呢，都聚集在极乐世界。那佛说这句话的时候呢，不是随便说说，切切实实呢，给我们立下了标准。就什么人可以往生极乐世界呢？就必须要依照《观无量寿佛经》里面的标准，《观无量寿佛经》里面讲的净业三福，这三条总共是一句。都要做到了，
叫做上善。所以刚刚讲说诸上善人，诸上善人是指啊，这十一句全部做到的，这是上善之人。如果只做到净业第一福跟净业第二福，前面两条，后面一条没有做到，也就是说你没有做到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圣、天净行者，这一条你做不到啊。那么这样的话呢，你做到前面的第一福跟第二福，这叫中善。如果只能做到今天第一福第一条啊，只能做到第一条，那第二条跟第三条，就今天第二福跟第三福呢，没有做到，这是下善。可是呢，老和尚说呢，第一条做到的人就不多了，那不要讲是第二福跟第三福了。老法师的意思是说，连净业第一福都做不到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个第一福做到的人就不多了。所以为什么往生极乐世界的人少？李炳老居士说，一万个人只有一两位而已啊。问题就出在这里啊。所以念佛的人多，往生的人少。为什么？因为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决定是善人。所以你现在如果你还有名闻利养，你还有自私自利，你还有五欲六尘，你还有贪嗔痴慢疑，通通跟极乐世界无缘，这么麻烦，没有缘啊。所以到极乐世界都要善人呢。那怎么样做到善人呢？老和尚前面跟你讲得很清楚，你最少要做到净业第一福，下善之人嘛。如果下善之人都做不到，那极乐世界就无缘了。所以第一条里面有四句话：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我们这四句话也没有做到呢，这四句做不到，说老实话，念佛怎么去念？日夜不间断的念。老法师说，古人讲说，你念到铜墙铁壁，还是不能往生啊。为什么？因为你不是善人。答案就出来，你不是善人。一般都是善恶夹杂。啊，人家那个地方是善人忌讳一次，不但是善人，而且还是上善之人忌讳一次呢。所以为什么往生极乐世界要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先解条件是前面那个发菩提心，再来谈后面的一向专念。这是第一点，老和尚的开示。那么第二点，你怎么弃得了？老法师说，你怎么弃得了？无量寿经上跟我们谈的条件，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发菩提心这一句在哪里呢？三福里面的第三条的第一句。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圣，千金行者，这是上善。所以呢，发菩提心这个人就是上善之人。那怎么样才可以发菩提心呢？你要做到老和尚讲的看破放下，你就是发菩提心了。你看不破放不下，就不是发菩提心了。
在《金刚经》里面讲，理一切相，行一切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不住受生相位触法布施，这些都是发菩提心。啊，这是第二点。那么第三点呢？什么叫菩提心呢？菩提心是真正觉悟的心，菩提是梵语，意思就是觉悟。真正觉悟了，觉悟什么？《金刚经》所说的就是觉悟的标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也没有真正明白呢？你真正悟入了吗？开示悟入，佛之佛见。你真正彻底明白凡所有相皆是希望了吗？什么人可以知道凡所有相皆是希望呢？他做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就知道凡所有相皆是希望。他能够理一切相，行一切善，他就知道凡所有相皆是希望。他能够做到不住色声香味触法布施，他就明白凡所有相皆是希望。这是真正觉悟的。如果诸位真正对这句话觉悟了，他当然就是可以放下了。所以我刚才讲说什么叫发菩提心，老和尚讲的看破放下。你什么都放下了，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就像刘树云老师一样，他连癌症都不怕，他连死都不怕。他说 他要表法，怎么样往生极乐世界啊？这个叫做发菩提心，连死都不怕，他就是发菩提心。以前印光大师还叫我们说呢，要把一个死字放在额头，他是叫你每天提醒你自己。刘树云其实根本不要放额头，他根本就不怕死。他说我很想表法给你看呢、啊，表法给大家看呢、啊。也就是说，我是表法，我示现那个死的样子给你们看，那就是发菩提心。所以真正觉悟的他什么都放下，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都是虚妄的，没有一样放不下，所以放下就不是凡夫。那么大圣是彻底放下了，这是第三条。然后老法师告诉我们什么叫发菩提心。发菩提心简单讲就是放下。我们六根接触六尘，他全部放下来了，他不会住相生心了。那么第四点，老法师说，我们这一句经文念得很熟，其中的道理没有参透，我们没有放下，这就是没有觉悟。那佛用比喻告诉我们宇宙人生的真相是什么呢？是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就像我刚才举我这个王姓的这个忽然的这位师姐啊，她的生小孩以后变成血崩以后，她的神识离开那个肉体，才知道世间是梦幻泡影，连身体也不可得，连小孩也不可得，连丈夫也不可得，连这个世界也不可得，他就必须要离开了。离开他所生出来的小孩，离开他的先生，他丈夫，离开他的身体，连自己的身体都保不住，还有什么东西保得住？所以呢，佛陀跟我们讲说，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这表示说，世间这些相，老和尚讲的，
相有体无。啊，那教我们怎么样？教我们应作如是观。这样的看法是诸佛如来的看法，是最真实的看法，一点都没有看错。果然把一切法都看清楚了，看明白了，那就你就离开苦乐忧喜所了。老和尚说，你还会有忧虑吗？还会有烦恼吗？你心里还会牵挂吗？没有啊。像我刚才讲那个王信的师姐，她就很了不起啊。她的神识离开那个肉体的时候，她飘出去了，她也没有 留在身体尸体旁边了，她也没有放不下她先生跟小孩，她就失去了。还好出去的见到地藏王菩萨，又回来了。他如果执着在现场变成一个手撕鬼，他就见不到地藏王菩萨了。他的神速飘出去见到地藏王菩萨，所以他有回魂的机会啊。他如果守的尸体，他见不到地藏菩萨的时候，不能够再回魂的时候，他尸体也死掉，他换成另外一世了，另外一生了。所以呢，这个地方老法师说，他说如果你真的能够彻底明白，彻底的觉悟，大彻大悟，一切万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他说这个人怎么还会有忧愁呢？还会有烦恼呢？还会有牵挂吗？那你不能够明白《金刚经》这句华语，就梦幻泡影如露如电，就表示你对这个世间的这个假象你还没有看透吗？老法师说，如果真正做到了，他就能够做到六祖慧能大师所说的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啊。他为什么能够做到呢？他对诸佛所讲的这两句话彻底明白了。彻底明白的人，他是菩提心就现前，这就是菩提心。所以什么叫菩提心？我们讲起来说，泯心体了不可得，彻底明白自己这一念心，明白一切万法就是不可得，毕竟空无所有，这个人我们称他叫做发菩提心。发菩提心，这是第四点。那第五点呢，老法师说，菩提心现前，落实在生活当中，孝养父母才能做到圆满。什么叫孝？前面跟各位讲过了，古人讲得好，孝是这个字，和父母兄弟妻子儿女为一人，这是孝。它不是分开来的，它是一个整体，父子兄弟妻子儿女是一个整体。我们看起来没有错，说的是有几分像，但是那是小孝。你看诸佛如来法身大士，他们和虚空法界一切众生为一体，这个孝叫做圆满。如果我们对父母兄弟妻子儿女，你是你的，我是我的，那这是大不孝。怎么能够做得到呢？这个字什么意思都不懂，你怎么落实呢？诸我如来、诸大菩萨，他们当然是这里所讲的人皆尽知，天道佑知嘛。那个天道的是天神保佑他，护卫他。为什么会天神会保佑他，会护佑他呢？因为他和虚空法界一切众生为一体，所以才会有这样的感应。所以话老法师把问题点出来，你怎么样可以做得到人皆尽知呢？你跟别人没有分别，没有执着，
你跟别人可以平等无二，你可以平等心对待他，他就尊敬你了。我们有时候讲的比较《金刚经》里面讲的，我相、人相、众生相、所有相，你一到根尘接触，你全部都不行了，你我相就跑出来了，你人相对立相对立面就出来了，他怎么会尊敬你呢？因为你排斥他，你排斥他，他就不尊敬你了。那你怎么办？你要接受他，包容他。那怎么样可以的？你跟他是一体的，他就尊敬你了。你只要把他当成你自己的亲人啊。老法师说，你和虚空法界一切众生为一体，这样就可以得到人皆尽知，天道佑之，天神就一定保护你。所以什么人可以得到这种感应？必须要跟众生合为一体的，那才是真正的善人。那既然是真正的善人，他就可以得到后面这样的一个果报，就是福禄随之，众邪缘之，生灵畏之。所以老法师说，我们自己想一想，什么时候能够达到这个水平呢？什么时候？怎么样才可以做得到？跟众生合为一体，这是很不容易的。不要说天下的众生了，就算你跟你的莲友，你跟你的家人，你跟你的朋友，你能不能够合为一体？那怎么样？你一定要打破执着跟分别，或者你做不到。你一定要转世成智。所以唯识学里面讲，初地菩萨他就开始转世成智的，他转八世成四智菩提。他的第六世的分别啊，我们第六世会分别吗？我们八世里面的第六世会分别吗？初地菩萨他的第六世就开始转了，怎么转？他的第六世的分别就转成妙观察智，他开始就用智慧观察了，叫妙观察智。那么第七世的莫那世是执着，他的第七世的莫那世呢，就转成平等下品的平等性智。也就是说，到初地菩萨的时候，他的平等心就已经显化出来了，他第六度就变成没有观察智了。那在第七世执着莫那就转成平等啊。所以你要怎么样才可以证得平等？你一定要到初地菩萨，唯识学里面讲的初地菩萨。那到八地菩萨的时候，第六世就转成中品的妙观察智，第七世转成中品的平等性智。那到十地满心，到十地菩萨的时候，第六世就变成上品的妙观察智，那第七世呢，转成上品的平等性智。那阿赖耶识第八世转成什么？大圆净智。那前面的呢，眼耳鼻舌身这五根就变成什么样？成所作智。这是老法师常在讲的转世成智。所以如果你能够这样做到，这样转世成智，你就可以跟众生活为一体。我说你做不到啊，你是你，我是我，那你就还有分别啊，你就会有执着啊。这是我的道场，这是我的钱啊，这是我的莲友啊。所以老法师就做到了。老法师透过他的修行的行为，就让你看到见到这个境界。他不用讲到这么深，什么妙观察智、平等性智啊、大圆净智、成熟智智，老法师做给你看，老法师怎么做？
我讲过最简单，他没有到场，他不该到场，他就能够平等了。他到那个人任何一个道场去，他曾经到香港的圣依法师那边去讲经。圣依法师那边他们是修禅的，那法师如果到禅宗的道场，一定赞叹禅宗的殊胜，他就不讲净土了。这个叫做什么？平等性质。老法师没有低级，是莫那的执着。老法师如果到一个道场去讲经，他也常常到佛陀教基金会来，到我们孝莲讲堂来两次，人家给他所有的供养他全部留下来不带走。到佛陀教基金会也是一样，到华藏卫士也是一样，留下来不带走。老法师在讲太上感应篇的时候特别提到，他说他告诉这些他的学生弟子，他说你们到别人的道场去讲经，千万不要互留电话，人家都吓死了，人家怕你把他的 学生跟弟子跟他的徒弟带走了。他说留电话还不打紧，还互相照个相合个影。他说留个影以后啊，人家给你供养了，你全部都带走。老法师说下次人家不会找你去讲经了，那法缘就断掉了，他的慧命也断掉了。那你为了那个小小的供养，你断了这个法缘，断了这个慧命，都划不来的事情。所以老法师他到任何一个地方都把人家给他的供养他留下来给当地的道场。他说这个叫什么？老法师没有跟你讲说这个叫平等性质啊。那在我看来这个叫什么？妙观察智。老和尚会智慧观察，我为什么让你苦恼呢？我为什么让你生烦恼呢？对不对？菩萨所到诸处皆令众生得欢喜嘛，老法师不就做到这个境界吗？那这个境界就是法身大士的境界啊，对不对？老法师没有把供养带走，就是没有莫那事啊，没有执着啊。老法师不执着说这是人家给我供养我要带走啊，那老法师还有我相，老法师还有人相，老法师还有众生相。哎呀，这一千个人听我讲经，还有众生相，这么多人听我讲经，有这些功德相、受主相，老法师没事相啦。换句话说，老法师没有事相，也没有事件。老法师跟六祖大师一样，跟海贤老法师一样，他已经做到《金刚经》里面讲的境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呐、啊，了不起啊！跟刚才那个鸟钩禅师一样，吹不毛，跟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是平等无二啊。老法师入这个境界了、啊，太殊胜了。我们看得出来吗？这就是这里面讲的老法师做到他自己讲的境界啊。老法师是做到了再说出来啊，我们是说出来还做不到啊。老法师做到什么？老法师做到老法师他和虚空法界一切众生为一体，所以他推动多元文化教育、宗教的融合。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不断的呼吁，他到回教国家，老和尚的好朋友马哈蒂纳吉，马来西亚的前首相跟现任首相，他不断的跟他们讲前世之药的重要性，帮助这些基督教的，帮助这些回教的，甚至连友都起烦恼，
师父，我给你供养，你怎么可以供养回教？师父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分别呢？他只是菩萨示现在另外一个教派里面去教化那些众生啊。所以老法师他是和虚空法界一切众生为一体，老法师就是真正的善人啊。诸上善人即会一处啊。所以老法师为什么说他往生极乐世界，他有把握，根本的原因就在这里。老法师做到了嘛？他做到什么？上善、中善、下善，全做到了嘛？净念三福的三善，他全部做到了。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圣，欠信心咒，一定往生的。所以，我们读到老法师这一段的开始，我们非常感恩老法师这样的一个慈悲开示。他如果没有这样开示，我们怎么会去明白说，为什么我练了半天，没有得到活菩萨给我保佑，我还生了一大堆病，我的儿子还不乖，我的家庭还不幸福。你完全不明白小善、下品善、中品善、上品善。如果你能够做到下品善，你也可以得到这里讲，人皆近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远之，虎神灵畏之。所以我们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们心有戚戚焉啊。老法师为什么今天住世讲经说法89岁了，身体还这么健康，这么长寿，这么康宁？因为老法师做到上善的嘛。上善的话，这五点的果报老法师都得到的嘛。所以呢，我们今天讲到这一里的时候，我们非常感恩师父的开示。诸佛如来、诸大菩萨，他们都做到了，所以我们都非常的恭敬诸佛如来、诸大菩萨。为什么龙天护法拥护他，就是天道佑之嘛？为什么众生不管善人恶人，对诸佛菩萨都非常的恭敬？因为人皆敬之嘛。因为诸佛菩萨、诸佛如来、诸大菩萨都和虚空法界一切众生为一体嘛。所以等到下一次，我们再从这里继续发挥，非常的精彩，啊！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如果讲的不妥之处呢，讲的不妥之处，请各位同修大德批评指教。阿弥陀佛。